这一下有三位其实女生的美妆博主是想通过他们的 vlog 透露出一些什么，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吧。好，来，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位，今天就要去海边喽。先收拾一下我自己，最近呢我又开始涂睫毛增长液了，是这个牌子的，把它少量多次的涂在睫毛的，还挺漂亮的啊。嗯，一天涂两次，我们的 vlog 越来越好看，两周多呢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睫毛有变长变浓。第一个他用到的就是一个睫毛增长液，毛发的生长其实跟毛囊的关系非常直接，毛囊健康毛发才会长得比较好，是的，所以这个的话呢可以很好的延长我们毛囊的这个寿命，同时激活毛囊，让我们的毛囊呢更加有活力。哦，它不是那种睫毛刀，它是一个生长液，是透明的，是吗？透明的，对，对，直接把它有这种的，就这种，对，睫毛睫毛眉毛其实都可以用，这款就是无色无。